场的音响展，我们看到发生这样的一个场面哦，也就是呢，呛虾的呛扁的查理又现身了。不过，怎么会跟前新闻局长谢志伟两个人发生了拉扯呢？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一块来了解。你是新闻局长，站着你的媒体优势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压住我，就是不爽让你压迫了。我是一天到晚。那我们请他，你不要来到场了，继续啊！这马英九上台以后，他本来只是香香，马英九上台以后他会动手，那这个马政府的示范真的很糟糕。